자, 클립. 그래. 자제. 各位学员，大家平安。实在是真辛苦吼，咱每一届坐伫遮，一直咧听即个课吼，佮刷来是两点钟，近要两点钟吼，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讲，你尽量用放较轻松吼，毋免紧张啊，毋免有压力，咱斗斗啊来思考今仔日。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虾米物件？当然一开始，咱会去看到讲，我先讲今仔日要讲的过程。咱今仔日就是要敲锤台湾人所捧见的物件到底是虾米？因为当你拢无去甲思考，你无去甲想，渐渐，你就会感觉讲，虾米会拢好？啥物货拢无要紧，甚至规个国家无去嘛无要紧。相信伫即几工，大家拢有听到真侪消息，就是拄开始，大家拢讲啊，政治甲我无关系，我毋免去甲管。咱毋是插政治的人，所以一步一步，你当你无去甲关心，无去甲。斟酌的时阵，即马已经拄着啊！你会后悔讲，早若十年前，是安怎咱无爱甲管理好势，是安怎量早进前，咱无爱去甲规划好。相信咱今仔看到新闻，有侪侪人咧讲着劳保局可能要倒啊！真侪人伊个都，大家所关心的是讲，哇啊！这个劳保局若倒，我的钱敢还阁有效？我的钱会领无无？大家拢敢关心这个物件，但是这位马先生又甲咱保证，搁再保证，讲拢无要紧，中华民国政府绝对有互你领着钱。但是你听起来，伊保证你敢敢相信？咱拢会知讲，这是搁一个骗局。因为咱的钱，确实伊讲绝对有，互你领到钱，伊阁甲你挂一句讲，来，请你登记，你要爱偌济，我印予你。甚至伊怎开放讲，恁厝内列标志的人，怎甲吸起你，甲你彩色印印，看要爱偌济，甲你去印。会安尼袂会？啊，那呢，大家拢真有钱啊，大家拢毋免烦恼。咱若无钱，咱就来甲因就有啊。所以根据有侪侪人开始讲到的时阵，伊讲咱的钱已经放偌济50条，已经加印50条。当这个数字的时阵出现伫咱每一个人的头壳，咱会想讲50条，这到底是偌济？我相信。等有一天，咱将50条甲搬搬来洗，吼，咱即摆上课的所在，来甲摆摆咧，甲用2000块的迄个面额啊，甲摆摆咧。我相信，即间可能摆起来拄好拄好，甚至我拢毋敢去想象50条到底是偌济钱。要毋过，大家拢袂晓想的时阵，伊讲可能是无偌济啦。当我向隔壁的人甲讲讲，我送。你敢知影50条已经无去啊？伊讲管伊啊，我也无法度插啊。我剩性命无偌久，我即摆已经80外，我阁食是用食偌久，我无爱管。但是我甲讲，暗过学生，你还阁有孙仔呢？你还阁有孙仔，阁囝仔孙，迄拢还阁真细汉，要安怎？伊讲我嘛无法度。想到遮的时阵。伊甲你讲一个真夸口的代志，伊讲啊，你毋通对阿咧分化咱的政府啦！你看我伫九九重阳的时阵，我摕着1000块呢。
我你看我一千块已经吃几啊顿啊！哇，听到这，咱唔知是要哪甲讲。我本来是要甲伊介绍讲，咱有一条路通行，是安怎你若无爱去行，甚至伊佫一直讲啊，我即世人食到遮就好啊。伊甘愿讲一千块已经吃几啊顿，伊的心内真满足。另外一个方面，大家看，伊这个人呐，像讲，哦，这人真乐观，安尼是真好啦，吼。用一种真乐观的面来看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这个人可能是真乐观，哦，这个人头袂歹。要唔过，真悲哀呀！实在，咱看到济济台湾人为着助学贷款去自杀。为着种种侪侪物件来烧火炭，甚至伫火炭的即马，全世界你可能看袂到即种奇迹。连买火炭爱摕身份证，甚至身份迄个火炭内底佫甲你写讲，请珍惜生命。真侪外国人看到讲奇怪，恁这火炭烧了是会嘣安尼吼，啊是规间全烧起来，啊是端了像咧点炮啊，啊无是安那。用火炭来烤肉，爱珍惜生命，我是爱两种想袂起来。当伊讲到遮，我甲讲有一篇文章，我教迄个外国人看，伊讲我唔惊任何问题，因为我落地还佫有一个五十块。我想讲，伊遮勇敢，五十块用解决所有问题。原来就是伊要用五十块，当伊拄到伊。恶担当的代志的时阵，拄到伊真济无法度解决的时阵，伊去做啥物代志？我来买一包火炭，甲烧落，啊，咱拢解决，确实有影。啊，毋过相信在座各位，生命若安尼无去，你敢袂？当然，大家拢袂。啊，毋过咱一直甲讲。安尼唔好，安尼唔好，安尼唔好，安尼唔好的时阵，开始侪侪人一直嫌，一直嫌，嫌到落尾要安怎？咱要安怎？我甲讲，有一条路，就是咱的头壳敢要清楚。甚至我甲讲到钓鱼台是啥物人个，啥物人个时阵，伊拢真济讲，哎呀，我实在是无愿意阁去看到迄啥物人个，我无管伊啊啦，我家己腹肚先顾好较要紧。我讲这毋是安尼想呢，伊无法度去想着讲，咱若一个国家地位若正常，我个观念若正确，甚至我会当拥有偌济财产个保障。这是真好的物件，但是伊无去想遮，甚至佫教我烧钱。伊讲，那新闻拢咧乱啦，你甲看，日本甲咱偷摕钓鱼台，中华民国佫勇敢去甲讨。啊，我甲讲到遮讲，啊是安那这钓鱼台甚物人个？莫怪我这个乌仔送，伊互骗三届，我感觉是也真好笑，因为伊去旅行的时阵。伊讲一个旅行团，甲伊招讲来，即马来，当伊较少年时阵，伊甲招讲旅行团要带去游览。伊讲要倒位，讲来咱即届要去奥克纳瓦，哦，伊真欢喜，都要去啊。结果去当来第一届去，算算的当来真欢喜，讲哇，遐实在袂歹算，啊有去就好啊。第二回，人过来招，伊讲我送。咱即届吼要去冲绳岛，你唔知要去无？伊讲啊，冲绳岛我毋捌去无，我来，结果佫降位啦。啊，当下讲奇怪，安那共款，啊，安尼，无要紧。啊，第三届，讲，我想人即届吼旅行团要去琉球，你唔知要去无？啊，我毋捌去无，我嘛佫来，结果去三位拢共一个所在，拢总是叫做奥克纳瓦。去遐耍三回，伊讲实在实在是有够歹耍，有够了人，去用骗三届，伊感觉哄骗，啊，伫遐咧埋怨，互阮听的时阵，隔壁的人只有甲抱着我送，阮同情你尔尔，因为我毋知你若读甲遮颓，我毋知你读壳到底是咧想啥，
因为伊头壳内底所想的物件，拢总藏啥物物件？藏着中国式的教育。当我甲讲，啊，那呢？我请问你，你抬头看这个月球，啥物人个？伊即个较巧啊、哦，伊讲，迄大家讲假个啦，看会着拢总讲假个啦。因为吼，那你也无咋去提啦。我讲唔是中国人个。我讲是安怎？伊讲，遐那中，是安那中国人个。伊讲，自古以来吼，早早古早有一个人叫做嫦娥，人伊就走去你面顶，佮带一只兔仔去，所以月球是嫦娥佮兔仔个。爱讲假美笑的，啊！毋过相对钓鱼台，伊就袂当接受。就讲钓鱼台自古就是中国的，但是月球那毋是中国的。那你讲起来，全世界拢总是中国的，因为你若捌一个叫做吼盘古哦，就拢伊的啊。若要自古以来，用自古以来，这个拢总伊的，拢免实证。今仔日台湾人就是去被骗到这个时阵，咱开始爱觉醒。咱敢知咱台湾人是安怎被骗？被骗阁骗到真焦云，拢总无改变。伫遮，咱来看一段影片，你就了解。因所咧人送的物件，当因的国民听到讲，这是咱的小朋友，真有精神，真一致，阁背甲真爽快。这个东西是什么？你来听看看哈。大学生西方的价值观，自由的潇洒，漫天哀愁，一地冰肠，中国退缩了吗？没有。我看好，来，咱从头播放一次，咱想这里，好，声音放大。好，拍摄哈，来，咱先个电灯一旦先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咱声音已经放大，因为咱主要要看伊是咧念什么物件哈。啊，来，咱麻烦佫重头一次哈。这是中国的小朋友，中国的小朋友，真古锥，每一个人生出来拢总。大学向西方的价值观，自由的潇洒，漫天哀愁，一地冰肠。中国退缩了吗？没有，奥运成功了，我们胜利了。炎黄坚毅的热血，如炽热的圣火，燃烧灰暗的世界。万里江山，又见上五彩的画家。地震向萨克奇的立场，用维力量摇晃着巍巍中华，中国退缩了吗？没有，奋起飞天了，我们胜利了。破的欧罗巴，挡住天朝的金戈铁马，地震的余波也能把法兰西摧垮。卡里布的石油盛开幸福之花。知影吼，伊咧念的话，吼，就是咧念着讲，其他移民迄边要安怎
念安那念吼，迄种因成功了，有没有进步了？迄种因兜的代志，甲咱无关系。伊毋过又念着一段，你毋知注意着无？伊讲日月潭是太平洋的奇葩，我们的日月潭是太平洋的奇葩。日月潭伫倒位啊？日月潭是咱兜安那会甲因有啥物关系？因将来毋捌来到这个所在。我相信无人一个人来到咱这个所在，也毋过伊讲日月潭是我们太平洋的奇葩。当你听这个囡仔咧念这个歌词时阵，你有回想到伫咱台湾的教育是毋是甲这三共款？当伊一步一步咧甲你灌输落去，互你看到、听到，互你感觉讲中国可能咱的哦。咱有一日嘛要反攻大陆，即自囡仔讲到即阵，但是台湾人予咱看到囡仔自囡仔开始一直无去，头壳内底底物件是啥物？就是讲我无要追求真理，诶，即个动力已经无去啊！追求真理，这是偌危险的代志。相对，你若看到伫屏东。车城有诶，足侪足侪老人，一开始我实在是当我做兵，捌去到遐啊，看到因遐咧讲即个代志。伊讲，你若地动诶时阵要安怎？伊讲，即自中国迄边甲咱教育到即时阵，我讲啊，要安怎？牵来走啊！啊，安那味较袂去互地着？伊讲，毋是，爱全体全民爱喊一句啥？啊！我讲是安怎？伊讲。牛吼，若要甲行，就是甲哈安尼啦吼，伊就行。啊，若要叫伊停，爱叫啊。我讲安尼哦，啊，地动甲这啥物关系？伊讲，因为地动就是一只牛伫下底滚来滚去，你爱甲喊一句啊，爱再停起来。这是讲因祖先的中国传过来。我听一个讲，啊，是安那即摆你喊无效，伊佫见怪啥物？更怪就讲，因为全部规村庄的人无团结，干那我咧喊尔，所以迄只牛无咧听。我讲吼，你若地动做你地哦死我紧，因为做你喊，迄只牛来听吼，实在是我感觉咧怀疑迄只牛是咪食着瘦肉精，即马拢无听话。吼，迄只牛可能又感染着，有注射着瘦肉精，连这种思想去甲结合做伙。伊无去追求真理，咱的学生囡仔若安尼一代一代阁传落去，你想会啥物款？开始会变卦，开始逐项都是用药的，压落来家己想，过来认为家己头壳所想是上正确。也毋过，当这个真理你无去敲锤出来，是何等的危险！伊认为讲，我只要多只大声话，亲像讲较早规砖头，若看到月球。特别无去的时阵，因大家就开始讲锣讲鼎，然后阁真骄傲，伫遐讲好家在，阮规砖头团结来只讲讲啊！大家吼，安尼走，我都甲这月球迄、那个天狗甲赶走，无乱是咱月球无去啊呢！伊啊，伊头壳爱安尼想，咱若一代一代安尼传落去，咱的学生囡仔所想的头壳是虾米款，怎啊变作封锁起来，袂当叮当？所以追求真理是这世人，我读册对细汉读到这个毕业，有读册年岁内底，所有的老师将来唔捌甲咱教过讲，你爱勇敢去敲锤，拢唔捌，全部拢总唔捌，因为我嘛捌试验过，我感觉学校老师咧改作业，拢总是那像咧大门人，伊咧甲你评语，拢总是像咧大门人同款。反正伊咧甲你改作文也好，改作业也好，伊拢是咧改四字。然后若较笨蛋，就叫囡仔当一个印章，安尼就好啊。是安那我哪会知？因为我捌一届伫作业抄查当中，我甲写一句话讲：某某老师赤白白，啊甲砍咧，怎甲交出去？结果真正无看。因为嘛，佫等一个，伊那佫互我摕倒转来。
所以根本无咧看，伊安荡来荡来荡来吼，就是安尼过去过去过去。甚至咱也有印象，每一届那考试，老师那讲咱考的题目拢总是选择题，大家真欢喜，是安怎？因为会使你乌白油，即摆囡仔煞用乌白油，甚至我阁看到我的同学，当伊即题袂晓时阵，伫遐用圆珠笔伫遐练，伫遐练，啊，就开始哦，来偌济写落去。咱的命运煞变作用跋杯方式。你想台湾变哪会进步？这毋是干那学生尔，甚至我伫细汉的时阵看到规钟头，每一届。那发现问题未当解决，拢去创啥？去问神卜卜，吼、哦，问神卜卜。所以有一届哦，大家卜到真欢喜，有个人卜到哎无好，有一回全部的人过去卜卜。所以当咧卜的时阵，迄时阵我要细汉，我读国小六年的时阵。每一个人拢去博，大家拢真欢喜。大家博了去抽到签，拢讲这叫做真好的签，真好，非常的好，好甲足好的。规钟头大家都无人无好。但是我看到因咧博的情形是虾米款？那无博一直博到有啊。啊，那无就家己去甲了啊变一个，还是手势了啊甲变一个，像咧用迄个镰刀共款。安那用啊，但是这拢无要紧。也毋过，当大家嘛叫我讲，来，全部人你拢无拔过，来，你拔看卖啊呢？结果我去甲拔的时阵，因大家看做我是有够衰啊！因为我连续拔三届，因大家拢甲笑讲，你真正有够衰，无人像你遮衰，至少三个内底嘛爱丢一个啊！结果我连续三个讲，两个合作伙，面冰冰，迄做，因为我袂晓看哈，就是无效的意思。哦，是安尼吼，我因为我唔知影，所以伊甲讲啊，这拢真歹，我跋三届，我讲奇怪，啊，这啥来真歹？当因大家佫甲我问讲，啊，你是求神明做甚物代志？我怎唔敢讲？伊讲来，我讲一句唔敢讲。引起规钟头愈好奇，因为大家拢真想要知讲，我到底是求神明要做啥代志，互因一直真好奇，一直甲问。我大概拄着就是甲问讲，你求神，你迄阵跋杯是拜托啥物代志，那拢无效。我甲讲啊，歹势，我唔敢甲恁讲。结果佫一个拄着，佫讲啊，歹势，我嘛唔敢甲你讲。引起着规钟头真好奇，真好恨。一届带五个人来阮家，甲我问讲：“你到底是求啥物物件？今仔你还还一个答案。”我阁犹豫讲：“我唔敢讲。”恁敢知啥？我唔敢讲，因为当我甲因讲了，每一个人拢用要甲我对杀，拢讲我这个囡仔夭寿死囡仔，是安怎？我甲伊讲。我跋杯是先甲跋讲，这位神啊，你到底会晓啊？未晓？结果伊拢甲讲伊未晓，伊唔捌，所以恁遐都唔知咧跋啥物货，我看无。当安尼跋出，我甲因讲了，因大家拢甲我骂者，讲你到底是咧做啥代志？哇！各钟头拢有一个会当跋杯的所在。咱若跋杯拄到代志未当解决，就先跋杯。每一个人拢讲，阮这个神功安尼是会使哩，但是那一敢那追几钟头，那一个安尼阁好解决，想袂到一钟有一个，迄钟嘛一个，迄钟嘛一个，一钟拢有一个，结果问起来意见啊冲突的时阵要安怎？跋杯嘛无效，因为这边跋讲阮这边是安尼，迄边跋杯讲迄边是安尼，结果引起着。这钟头甲这钟头，规世人无咧来往。我嘛问着，讲阿公，足奇怪，是安怎因迄庄的人讲袂使甲因做伙，这是啥物原因？伊讲我嘛唔知影，问一摆个一摆拢讲唔知，问较侪回讲，因为咱甲伊势不两立。我讲啊是是安怎奈势不两立？因为因讲因个钟头甲咱一个冲突，
为着抬猪公的代志，看食要安那抬。我讲哇，啊为着这两钟头来势不两立，安尼敢无意义？用这个比赛的安尼来竞争这种无意义的代志，所以我才知影讲，这个钟头就是为着两个咧碰的时阵，因为较早拢有迄个猪公比赛，结果两只猪公比起来讲拢差不多。差不多的时阵，大家讲哇，两只拢差不多，安尼要安怎？结果裁判判另外一个赢，安尼念念。凡是一只猪公，迄两只猪公相差无甲几公克，两个为着这无他得到第一名，安尼来起冲突。明明阮即阵提出的猪较大只，伊讲无，阮即只较大只。一个讲阮即只猪较烟头，伊讲唔是，阮即只猪较肥。啊，两个争来争去，结果无结论，要安怎？两个势不两立，安尼引起真无好的分散。这就是咱台湾唔捌去思考，台湾那因为安尼来个分裂了后所造成的，就是对着国家地位拢总无要去了解。伊认为讲，我只要把砖头顾好就好啊，剩的唔免管。严格经过六十年了后，咱会当看到今仔个问题是出伫倒位，出伫咱无国家地位。今仔日无国家地位的人，你当然无法度讲出你的方向。参像讲，今仔日把你的目睭甲拔起来。按起来，把你载去你面顶背两年，背嘞，啊，再佫把你等一个所在，等落去，把你问讲，请问高雄要安那去？你要安那回答？你袂当佮讲比迄边，比迄边，比迄边，你一定会去佮讲，你爱先互我知影，我即马徛伫叨一个角落，我即马是徛伫甚物所在，我才会佮你讲正确的位置。也毋过。咱拢无这个位置观念的时阵，引起了所有的人开始认为一个位置边，一个位置边，一个位置边，每一个所讲的方向拢总唔对。所以你若知你的方向、你的位置伫倒位的时阵，我相信，当你若去到越南片、台湾上尾迄个所在，我捌做过这个试验。当阮读做学生去遐游览，规定学生囡仔真作业，讲来，咱来问一个问题，看大家啥物反应。结果迄个问题真好笑，一个问题就是去共问讲，请问这个家人在边啊行吼？伫高南偏共问讲，请问这个家人唔在边啊去？有个人安尼看咧头壳，所以讲你为迄边行看咧，啊那。就佫共问啦，我比袂到。有个人甲你讲，你着若驶到拄着海吼，我倒转来啊，直直行着到啊啦。有个人嘛甲你讲，啊，你着吼，卖问我哦，这问题足困难的呢，我毋知要安怎甲你比家人要安怎行。伫五人片，你共问讲家人要安怎行的时阵，这是好顶好笑的代志。咱台湾人今仔日陷伫这种的思考。咱根本徛伫啥物角度，但是真侪人拢会晓感觉讲这真趣味。当有一日，甲你问讲，咱的家万里长城唔知要哪去吼？真侪歌谣内底讲万里长城上界长，长城要迄边，就是啥物？我的国家，吼、哦，长城外边是故乡。你会想讲奇怪，我这世人唔捌去到遐。我的爸爸也不去，我的阿公也不去，我的阿祖阿太什么去都总不去，那边经过那是我的故乡。这样一直咱位置不清楚，一直骗到这时候，咱国际地位人在跟我们说的时候，咱无法度用真正法律的问题去跟解释，甚至咱的孩子开始就一直认为追求什么？追求无真实的物件，追求伫个心灵内底开始
为倒位去？为着要比赛第一名。咱即摆囡仔，你若注意甲看，全部都是以考试第一名为原则。爸爸妈妈，你教囡仔讲，你着甲考第一名，逐项拢卖管。的时阵，你想这个囡仔大汉，伊第一名，咱无去思考着，对着人类有啥帮助？拢总无帮助。甚至咱看到中国迄种武功真厉害，我慢慢问过囡仔讲：“中国吼未甲咱拍，因为伊无迄个材料。”等伊甲我讲：“你毋知中国偌厉害呢？中国吼，迄若对涂骹吼安尼跳起连跳三楼悬，你敢抓伊会着？甚至因迄刀足厉害，下体如泥。”你都卖去要扑掉，迄枪去要扑的，凡说枪讲等于。伊用这来甲咱对辩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讲奇怪啊！这个囡仔安尼读考是要安怎甲你讲呢？咱干那追求第一名，造成咱的社会袂当进步的原因就出现。一直甲台湾做做乱象，有个囡仔若无第一名，伊要去归追求什么所在？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心里面很多人已经嘴巴，因为我也看过很多人他没有第一名的时候，他开始来去买很漂亮的名牌包包，让人可以注意到他，一只手去给他挂一个很漂亮的手表，人家说劳力士还是一粒几十万，这样给他挂的手安尼，你讲讲，我你看我身份地位真好，甚至看到侪侪青少年为着我都买着 iPhone 迄个机啊，来去冤家，来去相拍，甚至迄一支五万几块，我听一个讲一支手机五万五，会当做虾米路用？五万五，你若会当予真侪送乡的人，会当解救偌侪性命？但是你今仔手第五万五，囥个落地啊，你会当做啥？干那敲电话？啊！若卡电话两千几块、千外块都拢会使用啊，是安那？你爱去追求这种？因为伊已经被骗到唔知影讲，我心内爱用啥来弥补好天？我心内到底盼个的物件是变哪来去敲锤转来？这咱是今仔日共同去看到台湾济济问题。严古，第二个，我要来甲大家讲，咱。虽然看到这尼啊，真济真济无拄好的代志，我一直去注意着讲，咱要来解决。首先，爱知影，对历史上来看，有一个国家，伫西元前两千年左右灭亡，伫西元后。将近五百年以后，佫复国。这个国家，伊的名叫做以色列。这个国家叫做以色列。我真好奇去甲看，讲奇怪，这个以色列是安怎那会使安尼无去佫起来？全世界有遐侪国家无去就无去啊，啊散去就散开啊，真侪民族拢已经用要无去啊。也毋过，今仔日我对一本册。去甲敲出这个答案，这个答案就是伫遮。我先甲大家讲吼，我今仔日咧讲，唔是要来讲这个宗教，甲宗教吼，唔是是有关系。伊也毋过，这是予我去感受着讲，咱的头壳真正爱清楚，咱的头壳一定爱精神起来。咱今仔台湾就是失去迄个精神。这个精神若无去，我相信你安那去敲锤，就是锤无真理。因为以色列这个名，我真欢喜去看到的时阵，原来这是伫基督徒的圣经内底有一个名叫做以色列。你敢知伊写这张文章的时阵是伫几年前？伫西元1947年，等伊写出来。我看一个讲，因为以色列这个名，我必须要先伊讲伊这段的历史故事。这段就是讲到
因为一个人叫做雅各，雅各，这个雅各的人的个性，就是干那要讲抢，心内永远袂满足，看到你较好的物件，我就要甲你抢。伊有当时甲因哥哥相抢，因为伊有一个相生的哥哥叫做伊嫂吼。意思吼，人个伫遐抢哦，我要抢你个位，啊，我要抢你个位，你要抢我个啥物件，我要摕着你个啥物件，人个伫遐争来争去。但是这个人叫做雅各，雅各一开始有一届，将因哥哥个名分甲骗去。但是我前提先讲这个要紧吼，我是安怎会去看这段，甲看甲遮清楚？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，也毋过我对着古早基督徒咧看到圣经的这个真理，我是甲当作甲一般宗教共款，有拜有保庇，啊那无就是无，我甲当作亲像一领西装共款。今仔日要来做礼拜，我就甲穿起来，啊等于甲厝就甲脱掉，啊这甲我拢无关系。你外表看起来是一个外表的形，也毋过这个物件引起我的兴趣。当我伫真艰苦的时阵，真欠钱、真欠亏的时阵，我忽然中间看到美国的网站一个真非常互你震惊的代志。我相信你会当去甲追求，就是讲美国这个国家因提出。只要你我都证明讲圣经那是错误的，你我都甲提出证明，会用得到100万美金。各位啊，100万美金就是我去甲看的动力啊！当我去甲看讲，哦，这真好。当然，伊内底侪侪物件，我讲啊，这作者拢无符合经理。但是我去甲看，一直甲看，一直甲敲锤，一直看，一直看，看到落尾，甲咱民政府结合的时阵，我才敲锤着讲，原来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建国史带来了咱爱思考的物件。咱碰见去无要紧，会当找回来，唔通连要敲锤迄个动力都无去啊！所以我伫遮先介绍讲，这个雅各伫第一段内底又讲，迄个人。来回答我叫做雅各，然后这是记载的创世纪哈，你那有捌圣经的人，伫32章内底，这段写是足丰富、真精彩，你甲当作听故事同款。伊就是讲，迄个人伊本来是叫做雅各，即马要甲改做以色列。你敢知是安怎伊要甲改做以色列？因为有一位神甲伊讲。你过去的生活无符合着承接国度的条件，所以伊怎啊甲伊讲，我要甲你改名叫做以色列，甚至这个名永永远远拢会无去，拢未无去吼，徛在。第二段马古沙同款，第二段伫迄、那个，吼。37章，骨写第九节，遐伊讲雅各对巴旦阿兰转来，神佫向伊显现祝福伊，赐福予伊，对伊讲：你的名本来叫做雅各，但是对今仔开始唔通叫做雅各啊，爱叫做以色列。改强调两解，啥那要强调两解？即我好想着讲，咱民政府的人今仔日。你若无去看到你家己的性地，你无去看到家己无拄好，甚至侪侪人，咱这是高级班，我真希望着讲，咱每一个人所要承接的政权，是对着全人类有帮助。但是伫早期，当我灰心的时阵，我有当时会看到啥物情形。看到讲，比如今仔日咱要来爬一个真高的山，叫做喜马拉雅山。我甲因讲，咱所有的福气，咱我都到迄个所在，咱就得到真好的祝福。
咱若到迄个山顶到位的时阵，咱就会得到真侪真侪财富以及平安。大家拢真欢喜，讲哦，安尼看待看待，紧嘞紧嘞。也毋过，你敢知影有个人，若讲台湾的玉山，你要爬进前，我甲因讲哦，咱我若甲恁讲吼，哦玉山足水个，咱即马来甲爬。大拢讲拍破讲好来甲爬，咱一定要爬甲到。也毋过，有个人穿一件薄外套就要甲爬去哩，有个人穿斯里巴就讲好行来，有个人穿短裤就要去哩，有个人伊认为讲无要紧，我吼去甲遐穿短裤安尼较好行，伊无去思考着讲，咱今仔政府要接政权，你所爱准备的条件是啥物？甲参像爬山同款。你的装备若无够，我相信你甲要到玉山上悬的迄个所在，上塔坡迄个面顶，你一定寒死，因为你的装备无够。这就是咧，甲咱比如讲，咱要接政权的时阵，你爱准备心内啥物条件，你爱有啥物备办心，你爱安怎去看到咱人民所需要的。所以我回到这里跟大家说，雅各他发生一个故事，他本来是叫做雅各，但是当他开始去用唱的，用幼的，用这样很怪的，结果你知道他都很怪多少，不但没怪到，连他本来的都倒了，甚至他用尽办法要去占人的东西，他所占的原地所有都没去。当他一日才发现到说，他的名为雅各改作以色列，就是他的性情改变，他的性情开始改变到什么？他看到是一个国度，他开始训练自己要怎么承接这个国度，自这个开始他的名就改作以色列。但是以色列了后，伊阁有一个真过程，咱若看到咱每一届来个民政府，才开始伫拜五迄天夜晚，我相信咱拢有听到一首咱的歌，叫做《出埃及记》。是安怎要用《出埃及记》《出埃及记》这首歌曲来做咱台湾的国歌？因为你若斟酌去甲看，伊出埃及记，伊咧所描写的所有侪侪代志，拢总咧讲着啥？拢讲着讲，有一个人，就是对以色列民要甲带领出来，甲咱即阵共款，咱即阵嘛是要对敌当中要甲赶走。咱嘛是要脱离因这种控制，咱的心内底、头壳内底，最最嘛是要甲以色列要出埃及同款，要将这个政权给毁灭。咱要对这个控制、从控制当中的政权要对才出来。也毋过，咱会当知影，当你去找到用宗教方式、用最最方式，拢一定失败。当你若无照这个原则，我看过全世界历史，干那独独这个国家为无去阁起来，干那这个尔。咱台湾真危险，咱台湾这本土台湾人，准讲若阁经过甲一百年，我相信你敢问你什么人，伊讲我中国人，这个情形就产生出来。但是，伊这就是用着宗教。跟你讲，咱的祖先对遐过来，甚至这个神嘛对遐过来，甚至足济迄边好的物件拢对遐过来。相对伫台湾本身的物件，拢总变作是无效、落伍、低落。伊予咱的小学生，予咱的青少年，感觉讲我虽然予读册未晓，也毋过我会当做着百家将，
我来追求这种物件时阵，我感觉我真摇摆，我感觉真好。哦，你甲看，迄妈祖若来时阵，阮这百家将拢徛伫头前，全台湾人拢甲我拜。你敢知影我偌摇摆啊？这是一个学生囡仔甲我讲的。伊讲老师，你唔知影，当地学校吼，我看倒一个老师拢咧甲我欺负，结果我去参加百家将，我顶头甲行过因兜头前的时阵，你敢知迄个老师安尼拍咧甲我拜？我偌欢喜的呀！我讲啊，你感觉啥款？我做着神偌好咧，你敢知影？和我较早甲我欺负遐个人，因拢甲我拜。这就是因追求的目标，但是咱的老师敢无甲伊讲讲，少年家啊，你安尼敢着？将来无人安尼讲，甚至当真济老师咧理论的时阵，伊嘛讲这是一个中国真好的文化，咱来甲保存，这只优良的物件袂使予无去。但是你甲想愈保存的时阵，咱的青少年愈来愈来变做不去。愈来，因开始食毒。我所了解的，因每一届去出巡，所带回来免偌久，就是强关是安怎？因为因伫迄个团体内底出巡五天，五天内底拢食着毒，甚至伫遐买卖，啊，就去互掠去。甚至有个人食到怎死去？最侪人就咧讲，这若遮尔啊好，是安怎？那着用遮残暴的个性来去对待遮青少年？你敢免解教育讲，你若是遮尔啊好，你应该爱安那做安那做，讲袂听。当我向因迄班的老师甲伊讲讲，老师，你应该甲囡仔讲讲，你莫遮歹。伊讲无法度，我教袂，这个叫袂行，这牛就是牛。可能顶世人是为北京去印度遐个牛出世的来转世。我讲，连咱的老师若有这种思想的时阵，你若阁相信讲这牛遮歹，这个囡仔遮歹，就是对印度牛转世来，所以莫怪遮尼啊牛，安尼错误去啊，是因为咱无甲伊做生命的教育。当我高中的时阵，我嘛真歹，但是我的歹唔是迄种真欢喜种派，当然嘛是真叛逆吼。当老师捌甲我讲，来来来，你来坐好，我甲你教做人的道理。我就甲老师讲，老师，你看清楚，我已经是人啊呢。你若要教做人的道理，爱甲狗仔讲，我遐我咱外口一哈哩吼，迄只是狗仔，啊你爱甲讲哦，讲小狗你入来教室吼，爱会晓甲人同款。上厕所唔安尼随地大小便，做人的道理，敢是教我着人啊，是安那佫教教做人的道理，应该爱甲狗啊教，互狗啊成做人的行为。虽然伊用四只脚咧行路，不过你爱甲伊讲讲，上课时阵唔好乌白飞，吼，爱甲人同款。啊，你若发多，去个边啊同款读册。那咧上英语，你嘛爱哪读咧？迄只狗啊，敢要汪汪汪，安尼俩。你甲教一百年，迄只狗嘛是汪汪汪。啊，那猫仔较厉害，你甲问讲要倒去拜拜，伊拢甲你讲喵，讲爱去庙拜拜。所以呢，你做人的道理，敢是甲我教，应该甲伊教才对。所以伫遮，当遮济错误内底，我必须要对这个物件开始提出真济质疑，怎去看到讲？伊对遮开始是安那解出一系列个过程，这个国家就那像军机已经徛在，袂阁再倒落。因为伊所面对个真理，一系列人就是超出着真正个真理。因为这个真理甲伊讲，就是对神来个真理是袂改变。你敢知影讲？咱若准讲拜拜的时阵，这个也拜，那个也拜，那个也拜，那个也拜，拢总拜的时阵，伊的回答是讲：安尼坐求坐保庇，拜愈坐保庇愈坐。这是咱的讲法，
但是伊无想到讲，啊，准讲遮大家人来讲，若坐神小体的时阵，你要安怎？你拢唔爱去思考过？咱拢敢知讲哦，这拜拜就是保庇阮兜会当好就好，将来唔捌有一个人去甲求讲，我吼、哦、保庇阮隔壁的小强考试嘛会当较进步咧，佮阮隔壁佮隔壁迄个阿婆身体当较健康，将来唔捌，拢总是求家己。这就是我看到以色列人真心对我的反省，连我家己咧求，我嘛是求我家庭就好啊，我求别人要创啥？按过以色列人，因的个制度无同款。对因开始这个了后，因捌到一个神，这个神的名叫做是安那？伊叫一个叫做哈，迄、哦那个符号，恁有看无？希腊符号，迄、那个名是右手边迄叫做阿法。就是字母的开头，在腰这边是欧米伽，就是字母的落尾。哇，我感觉讲以色列人因那只巧，伊去问这个神的时阵，伊去问讲，我相信吼，咱那阿盖要宝贝进平，爱先甲问看讲吼，你会晓啊未晓？唔好拔雷哦，底下欢喜讲哦，伊拢甲我答应，你爱问讲，你有法度无？但是以色列人所挖苦这位神，这个神安那甲伊讲，伊讲我是阿拉法，我是欧米伽，就是讲我是起头嘛是落尾。以色列人伊敲锤着这个真理，伊锤着一个真真正正，伊讲我锤着起头的人，起头的神嘛是落尾的神。当我看了这句话，我嘛捌相当提出意见，因为。当我提出第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哦，伊个神，但讲伊是起头嘛是落尾，啊，我嘛使讲，我嘛是自由拥有。啊，毋过咱才想清楚，当我一百年前我是啥物人，我拢毋是。当我一百年后我是啥物，嘛剩骨头一款，绝对剩骨头。我一百年后我这个人可能剩骨头。啊！若我一百年前，我到底啥物，我拢唔知影。即马徛伫遮勉强是一个会振动的人，安尼而已尔。我才知影讲，咱的心实在是太骄傲。伫遮才知影，以色列民、犹太人，因自古早都确立一个精神，咧讲着咱爱有一个真理的敲锤，甲所有唔是真理拢甲提边啊，咱袂当遵守。甲咱坐球坐保庇无共款，甚至有一个老师，我感觉即马学生囡仔问个老师拢总袂晓回答。当伊问讲，两个学生囡仔咧烧钱，开始烧钱的时阵，一直钱一直钱，钱到落尾讲，啊无咱来问老师，人老师安尼讲。所以第一个学生就去问老师讲，老师。我吼，拄只甲伊咧烧钱当中，是咪安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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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对，安尼是咪？老师甲伊讲啥物？讲你对。啊，第二个嘛讲老师，准讲吼，我若是安怎安怎安怎时阵，是咪咪安尼安尼安尼？老师嘛甲第二个学生甲伊讲啥？你对。伫边扫裤骹迄个学生听者。扫帚放咧，敢问老师讲，老师唔对啊！你讲一对啊，一对啊，到底虾米人对？老师甲伊讲，你对。这是一个老师讲笑出来的时阵，老师伫开校务会议、家长会，伊讲伊的治理管理学生的方式就是安尼，拢总甲讲对。这个是咱真错误，所以我伫遐嘛发现着讲，即马大家慢慢就争钓鱼台虾米人个啊？啊！中国钓鱼岛，中国个啊，钓鱼台台中华民国个啊，那尖阁谷这个吼、哦、尖阁群岛都是日本个，啊，阁看啥物人无举手？美国讲我嘛袂好，钓鱼岛，好哩，后面咪钓鱼岛啦吼，或者鱼岛，哈、哦、，Fish Island， 好哩，啊，阁看啥无举举手？这名足侪种在你提，安尼敢有利益？无利益，也毋过伫。真侪人，咱安尼互洗脑过了后，咱变作
头壳都无去啊，开始就开始乌白吹乌白浪。所以伫这个阿法甲欧米伽希腊文内底，伊讲伊是一个起头，嘛是一个落尾。我要帮助你，会当成立一个永永远远的国家。当伊讲到这，真侪以色列民开始欢喜。咱敢知影？过来出埃及记内底，是安那一个出埃及，是安那要出这个埃及？伫遮，予咱真大的惊醒吼。这个讲到遮的时阵，咱互相勉励，因为伫我的圣地，我看到我行过的路，往往拢甲这共款。我嘛甲以色列人迄时阵的心情共款。当这个以色列亚国一起甲伊有一个过程的故事，就是讲，当伊有十二个囝。这个以色列伊有十二个囝，独独伊上疼惜的，就是后母生迄两个，一个叫做约瑟。这伫全世界历史拢有记载，约瑟就是雅各以色列上疼的囝，第一个，第二个叫做便雅悯。剩的十个情母生的，反正情母这个我都无介意。是勉强该结婚，我才生十个囝出来，所以这十个囝我拢无甲想，我敢独独疼我这两个。你甲想，咱的社会内底，咱台湾敢有这种情的嘛？有，相信有真侪老爸，卖特别较疼叨一个。也毋过，这种你用人的疼惜去教育你的囡仔时阵，所造成是因这十二个兄弟开始相杀，雅各嘛同款，以色列嘛同款。当伊十二个囝时阵，老爸特别独独疼这十一个，第十一个叫做约瑟。一开始，其他十个兄弟就甲伊讲讲，我看咱甲这个杀了死。伫记载故事内底讲，咱甲这个甲杀了死。因就计划，我要用，要安那杀死，全甲先甲白白个，甲等个古井内底。结果，老大大兄讲：“我看咱唔通甲杀死，咱甲卖予迄个要去埃及的这个商人，甲卖予伊。了后，怎甲卖予伊，互伊去做奴才，卖予人做奴才。结果，大家决议好，你甲想将家己的兄弟甲卖出出卖，方送去做奴才。这个人。”约瑟怎去予卖对埃及去？卖对埃及了后，伊个遭遇是感觉讲哪会遮尔啊衰，实在是有够衰的衰啦！当遮兄弟去甲因爸爸讲：“爸爸，你上疼个囡仔已经死啊！吼、哦，你看去予耶稣加死啊！”这伫历史上拢是真实的记载哦，这是真正发生过代志。当伊开始，因爸爸这个以色列看到讲，哇，我上疼小囡仔死啊，我看无望啊。但是这个约瑟，当伊去到埃及了后，伊做牛实在是超出你的想象。伊怎开始变作，伫方未去做奴才时阵，有一天，这个主人的太太看这个少年家真水。生了真缘投，就要甲伊做伙困。这个甲拒绝了后，伊的这个主人的太太真无欢喜，怎甲告、甲侮辱、甲诬告，讲吼啊，这个人甲我吼、哦，要甲我侵犯，硬甲反咬一口。这个约瑟怎安尼去用掠去埃及？坐家，你看人哪甲坐家？可能在一生当中，你会感觉我上衰就到这时阵尔，也毋过并无无去哦。当伊坐驾的时阵，伊开始游园，同款伫遮，犹阁是坚守着伊所挖苦伊的神。等到一日，埃及王，咱来看埃及的灭亡，这个传记内底。埃及捌曾经有七年的大丰收，啊，嘛有七年的真无好，拢无收成。
了后，这个约瑟一个埃及王法老王，怎开始伊一届做一个梦，讲奇怪，我若去梦到一个梦足奇怪，拢无人法度甲解释，就是梦到七只真肥的牛，将真瘦的牛怎甲食掉，这是啥物意思？这咱上高要的。第二个，佫开始想讲，咱有真水的芭蕉，迄、那个蝶仔尾，真芭蕉的蝶仔，将真大的蝶仔怎甲食掉？埃及王开始看到讲，哇，这是到底是咧仪表啥物货？你知道埃及的帝国是用着占术，所有的帝国敢若讲跋杯啦。埃及遐强的国家，全部自立以来拢总是用跋杯。伊若拄到代志，就是拢卖烧正跋杯。结果埃及无去啊！我唔望咱台湾唔好行对这步落去吼。所以当伊要跋杯时阵，真济遐个人无法度甲埃及王、法老王解释，怎啊甲伊讲讲？哎呀，伫家格内底有一个人有法度解释，就是约瑟。以色列的犹太人，结果伊甲解释了，予埃及这个国度怎完全躲过灾难，就是饥荒，当中无得到欠缺，大家开始增进修行真好的时阵，因开始安那储存粮食，然后开始过了后，佫开始要安那甲储存摕出来食，予遮个情形变作。这个过程是非常的好。这个埃及王感觉讲，哇，这个约瑟真厉害，怎解封着讲，我让你做宰相？伫全法老国家，法老王，你敢那比我较低一坎尔，其他你拢总有法度。这个故事到这了后，咱会当看到约瑟开始伫遐，成做埃及王所重用的人。当有一日，伊个兄哥回来要买牛草的时候，因为伫埃及迄个所在开始拢拍荒，拢总无种植，因迄边开始来遮买粮食，才发现讲，哇！我甲出卖兄弟竟然伫遐做宰相。了后，这个以色列伫遮成立，这个以色列怎开始亲像建国共款？怎带十二个兄弟来甲埃及甲遮个人围围做伙团圆？也毋过刷来后段个故事，就是出埃及记。咱伫拜五夜晚，你若听到出埃及记，你就知影讲，这是咧讲到以色列民安那出埃及，犹太人安那行出埃及这个所在。这个以色列个名毋是最近才好个，是。足早足早，两千几年前，伊就已经出现啦。甚至更加早，已经有以色列一个人，叫做以色列。所以，这个以色列一开始徛立建立的时阵，年代已经真久。等到埃及甲因做奴才，将这犹太人，因为这个以色列人伫埃及，因正做。真臃肿的人开始哇，真侪开始生团，因为因真够规划。每一个国家然后犹太人做伙，迄、那个国家拢会引起真大的竞争，因为犹太人是特别巧，因真够做生意，想代志嘛非常的斟酌。当因遮国家发现着讲威胁，因将犹太人全部拢总改当作讲来，即马开始犹太人拢做奴隶。直到这个时阵。犹太人做奴隶，拢总做七百几年。大家想看卖呢？做奴隶做七百几年，今仔日我啥要讲到这？咱唔通认为讲咱台湾做奴隶做几年啊？哦，做四百几年啊，对不？咱台湾本土台湾人，连讲四百几年拢唔捌建立家己的国家，咱已经做奴隶做四百几年。我今仔来甲各位讲讲，各位啊，人迄做七百几年都无咧哀啊吼，咱剩三百年继续做落，你甲想你会安怎？你怎搞拍死？你怎大家拢怎解散歹听？唔是，
咱是要激烈讲，咱千万唔通甲因共款做奴才，做甲遐招魂，做七百年。但是，咱若无今仔日的民政府，咱做奴隶，凡事做几年，咱袂晓算啊。凡事一直做甲规世人，凡事台湾人从此以后拢是人的奴才。啊，介奴才都毋是叫做奴才，嘛袂用奴隶来称呼，伊会变做台湾人。当真济有钱的国家，伊拢会你敢有请台湾人？就是讲你敢有请奴隶的意思。啊，是要称呼奴隶时阵，伊就讲你敢那甲台湾人共款？甚至咱若无觉醒，伫全世界，那咧称呼奴隶时阵，甚至咧共骂，拢会骂讲，你着台湾人，台湾性。啊，台湾性代表啥？代表奴隶。有行到迄一日的时阵，我相信这大家是真艰苦，大家拢无爱去防讲我是台湾人。咱会记几啊年前，台湾有捌一个真出名。全世界有名，就是讲咱台湾是啥物所在？哦，佛摩萨是真水吼，有一个对咱风和到底唔知要骄傲，还是要悲伤，我嘛唔知呀。伊甲咱讲，台湾是一个模仿之岛，仿冒的王国。反正你一个物件，只个物件，甲经过台湾过了，伊用做十个比你较俗，啊比你较水的物件就出现啦。伊甲你仿冒。所以我伫一届影片内底看到，迄个英国人两个男女朋友拿一支雨伞伫遐怎吹去，迄支雨伞开起去，你敢知迄个查某安那骂即个查甫囡仔？伊敢骂讲 Made in Taiwan。哦，伊敢讲你 Made in Taiwan 呢？这是侮辱咱台湾人。所以经过咱若阁讲三百年后。Made in Taiwan， 台湾这个名是真做奴隶，咱敢免觉醒。但是，伫犹太人，因虽然经过七百年的奴才的生活，因开始讲我不爱做奴才啊。当因开始因对着防做奴才迄一天起，我感觉咱。台湾甲犹太人无同款的所在伫倒位？当犹太人伊变作讲，我今仔日开始做奴才，第一天我就开始注意我家己，我无要做奴才。明仔载虽然即天过去，我嘛讲我立志不爱做奴才，甚至我甲我的囝讲，我若死了，你袂使阁继续做奴才。安尼一直传七百年。我想这个意志是非常坚定。因都开始做奴才，第一天起到落尾七百年后，因每一个心中内底拢有一个决志，我不爱做奴才。咱若看对台湾，甚至咱来讲啊，做奴才无要紧啊，咱吼做奴才真好哦，咱爱做奴才头。哦，咱若讲，咱莫做奴才，对，咱莫做奴才，咱爱做奴才头，因为奴才头会使管一堆奴才，啊，毋过咱奴才头会使，对这个内底找到好处。你甲看咱台湾有真侪奴才头哦，那选举的时阵你就看到啊，就开始买票，迄就是奴才头，叫咱大家开始做奴才，啊，我做奴才头的人真好。所以，伫中国思想内底，予咱的腐化是非常严重。伫前几天的报纸内底，有一个中国红洗脑甲真严重学生囡仔，国小一年学生，当记者甲问讲：“小朋友、同学，你的志愿是什么？你长大要当什么？”你敢知这个小学生安那回答？伊讲。我长大以后，我立志要做一个贪官，因为贪官可以拥有很多很多的东西。当伊讲出这句话时阵，我唔知伊个老师安那甲评语吼，伊个老师唔知安那甲看这个学生囡仔，
可怜甲俄罗讲，哦，小朋友，你的志向很伟大。甚至咱伫台湾即块岛屿内底，事实上，你若要过着好生活，毋是熬读册，嘛毋是真熬考试，嘛毋是去追求真理，嘛毋是去创啥创啥创啥，都是立志当一个贪官。安尼，你的生活才前程一片美好。咱大家讲啊，咱莫做贪官，也毋过实际上，你甲看到咱的马先生所领导的团队，也是自古以来伫中华民国所有官员，大家拢总是无真好。甚至伫咱的法务部内底，嘛发现一件代志，一个叫做曾先生迄个人。当美国甲伊问讲，人迄人权上袂使安尼，袂使安尼，袂使安尼时阵，你敢知即个法务、即个检察总长甲伊安那回答？伊甲伊讲，啊，无你搬去美国住，我台湾就是安尼啊。你甲想，即已经是造成予咱真无拄好个物件。啊，毋过咱台湾若要继续落在性，咱会当真恐怖，咱变作甲认同，甚至。当咱生命拄到威胁，当咱明仔到底要钱他开也无的时阵，腹肚要他吃也是无的时阵，你知影有一个叫做白院长，迄、那个讲迄个话，我实在是，若拄到我会讲，买插伊也是安怎吼？我会感觉讲，当大家失业放无薪假，你知伊安怎回答无？伊讲这个名词很有创意，可以领诺贝尔奖。哦，伊讲哦，发明无薪假这个名词会当领到诺贝尔奖。我讲白院长，啊，无你用试看看，我感觉这个奖你爱去领到。从今后，你的白副总统，甲你的白院长会当去领这个诺贝尔奖，你敢袂？伊绝对袂。但是伊看到台湾人先来甲咱讲，即句话真有创意，会当申请诺贝尔奖的时阵，这是一届对咱台湾人的心，佫甲赞赏一届。咱永远永远拢总是害咱的祈求，甚至当伊做平议长的时阵，伊嘛讲出真济真济，互你感觉真好笑的代志，甚至讲迄污染海洋的环境。海豚的死了了，伊甲伊讲，海豚有那么笨吗？他遇到这个会转弯呢。伊讲，伊若拄到污染的海洋，伊家己的海豚自动会转弯，所以你唔免烦恼。哇，伊种物件拢总叫伊说，我实在唔知，我想来叫伊白院长，因为伊唔知是白贼还是白痴，我看无。所以两项加起来应该甲称呼做白院长，即摆是白副总统。各项事情黑白讲都没关系，如果他说的话都总是不听的，甚至我们大家已经在说台湾在北台湾那个地方有一个核市场、哦、不是那个核二厂，那个是很危险很危险很危险。你敢知道他怎么跟你回答？他说不用怕，这个核能厂、哦、他的基座像一个莲花一样，非常的安全，比你母亲母安全，比你抱你人还安全。当伊安尼甲你讲的时阵，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迄个气唔知变哪透，热甲啥是哦，无法度，真正啥是已经无迄个法度啊。所以，才敲找到咱对台湾要看到向外国来学习。看到已经有亡国的国家，当以色列要出埃及，因的意志是啥物？因的精神对第一天甲罗马天拢总无消失，甚至犹太人伫这个世界大战，二次世界大战，去予这个希特勒甲杀差不多将近，哦，歹算人。台车拢总一个一个一直抬，一直抬，一直抬，甚至你有看到咱当咱咧上初级班，应该拢有看到迄个辛德勒名单，迄个片段的影片。我真爱
把这个物件给看了，讲你甲看伊是安怎会当用钱、用伊的财产去买犹太人的生命，一个一个一直买断啊，一直买断啊，都是因为伊看到生命的价值。也毋过，咱是看到啥物？咱所看到的就是讲，我会当赚真侪钱，赚足侪钱，会使做贪官，会使去乌较侪钱，做咱的目标。两个相对落去，咱是爱觉醒。尤其看到犹太人，伊经过被屠杀了后，台湾嘛捌经过二二八去被屠杀，也毋过伫屠杀，伫台湾发生，甲伫德国发生。每一年若看见到二二八这个代志，我相信咱的心情，你若是本土意识的人，你的心情会真沉重。特别是今年，我看到二二八这个日子过来到，所看到的物件是造成高铁买无车票。二二八迄天造成高速公路怎啊塞车，火车买无车票，甚至垦丁迄个所在开始伫遐举办一个真水的晚会来遐庆祝。当你去甲问讲，这些少年人，你敢知影是安怎？咱有一个228，这个是啥物代志？伊真欢喜，甲你讲，哦，这个很好，这个哦，228可以连休四天，外好咧！伊拢唔知影讲，这个228是用几十万人的性命去换来一天休困日。这个228这天的日子是用到多少人，甚至生命死是还不要紧，还是家属被恐吓生活将近要五六十年的生活换来的。今天你们可以真的快乐在这里所做的东西，就是说、哦、可以放下四天，连休四天。当我很积极要跟他说，说少年人，你敢袂去想看咧？今仔日二二八是用偌济人的性命去换来的？这些少年人，甲你讲，讲咱是安怎那要去记忆这种历史的悲剧？咱应该甲这放互袂记哩啊！这爱互袂记哩，咱莫去撕裂族群，咱莫去吼个、种族的这分化。我听到这句话，我心内嘛已经真平静，我嘛袂甲伊相争，我嘛袂甲讲少年人你唔慢。我开始改变一个方式，当我看到侪侪少年人，也佫因为遮批发，为着遮咧举办活动，实在咱若要甲讲，是引起两方冲突愈大。引起两方面冲突愈大。当我每一届若咧宣传咱民政府这个国家意识的时阵，我拢会放一片迄个辛德勒名单，就是咱初级班看到这个影片。当我甲因讲，讲这段是曾经犹太人行伫街路，就那像拍野兽安尼，砰啊就死，甚至伊将恁的爸母、爸爸徛一边，妈妈徛一边，啊，妈妈甲拢关去车顶，爸爸嘛拢吼父母各分开，拢甲关去车顶，啊，甲关去火车的车厢内底。你敢知做啥代志？开始放毒气，将这人拢投死。我甲讲，这是真正的哦，这毋是假的哦。这些少年人开始也要思考，好恐怖啊！哎。故女学生嘛，甲问讲，这敢真呢？我讲，你会当找出真啊假吼？我这世人会在供应你三顿，互你食甲你死活紧。当这个物件互因看到，伊才知影讲，原来伫外国，希特勒咧屠杀犹太人是真啊残忍。伫对这个开始，我甲因讲，恁若是去甲犹太人遐甲伊讲，咱爱
忘记这个伤痛的时阵，我相信你起来用拍死。你若去甲犹太人屠杀苏联迄个较早苏联占领遐犹太人的所在，你家讲，哎呀，咱奈吼族群的融合，咱拢袂使你去分化，咱来忘记历史的伤痛。我相信你去甲遐会去用拍死。我嘛真想要甲白院长讲，请你会当去遐将犹太人方屠杀这段，你去甲因苦劝，苦劝讲犹太人啊，恁爱放弃忘记这一段伤痛。我想你可能袂倒来啊，伊唔敢去。也毋过伫遐袂当发生的代志，啥伫咱台湾会当啊呢？因为咱二二八这个屠杀，一直从扭曲，搁再扭曲，一直从分化，搁再分化。所以当犹太人一开始觉醒，因我都将这个历史甲拍作电影，记录用文字叙述甲写出来，予一个人后代人做警惕。二二八这个事件，将来无一个人去甲完完整整做一个记录，嘛无去甲拍片出来。干那讲紧嘞，甲放我袂记哩就好啊，拢甲放袂记哩。想到这，我就干那去想到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母乳》。这首歌我嘛顶回捌甲各位讲过，我袂晓唱这个歌，我嘛唔知影母乳安怎唱。只是我隔壁因装一台卡拉 OK 了后，每一天就听因的爸爸开始就唱母乳，尤其唱母乳，佮唱甲真欢喜，伊会当安尼摇安尼摇哦，尤其唱到啥物所在，唱到讲，吼、哦，就来来来，大家拢来跳舞，拢甲伊当作啥物货，当作面梦，当遮个物件，尤其伊唱啊，拢当作面梦，哇，伊佫唱到特别欢喜，特别大声，我敢若听伊即句，我着听两年外，听到我会晓唱。听到我感觉讲，我本来袂晓听，袂晓唱母乳。我若去甲人朋友咧讲的时候，讲你也要唱一首，讲我家也要唱母乳。我讲是安怎？因为阮隔壁唱两年，互我听，我已经知影。也毋过我无爱唱这个歌，因为伊后壁所描写是讲母乳的人生，就是用着生命去一直换，一直换钱上好，拢卖管，不管啥物人，只要会当互我钱。我会使牺牲我的种种自尊尊严拢总好，甚至我的囝儿嘛无要紧。啊，结果伊家己予家己的答案是啥？我拢甲当作面盲，安尼要甲过去。当咱有这日的时阵，咱看到台湾民政府遮个侪侪人，遮受过高级班，遮个每一个人，咱大家。应该手爱牵了较活嘞，咱大家会当将这个联系结合更加深嘞。咱开始爱去甲大家讲，咱爱精神，咱毋是阁困去。台湾所有物件，你若我都该叫好精神，咱都有希望。上惊就是讲台湾人困去，你甲当作死去。我应甲各位讲。当所有阮去宣传的时阵，我发现真有奥妙的所在，就是台湾人毋是死去。当大家人拢甲讲台湾人死好的时阵，我拢甲回答讲台湾人毋是死去，是我会去甲教育精神。每一个咱遮受高级班的人员，咱爱担起一个使命，就是要将台湾人教育精神。在这听了这么多，我相信大家在我的心里，你和我有一个目标，我们就是要真看到台湾可以建立。所以在以色列的国家，当他们在1947年，他们开始无忘记700几年来做奴隶的艰苦，他们每一次给他们的国民都跟他们 说老爸跟你说，你爱国家。当一次又一次
安尼甲因讲，你爱有一个国家的时阵，因安尼维持七百几年，咱已经经过四百年，剩三百年的时间，咱今仔日会使选择，你要继续做奴隶，你会使选择我唔爱做奴隶。今仔日咱徛伫这个时间点，咱已经是来到一个分岔路。你要选择为生这条路，还是要选择为死这条路？我相信咱来这受训的人，拢总是选择要为精神生这条路，因为这咱的愿望。伫这咱唔通灰心，当看到侪侪人要咧困叫袂精神的时阵，咱爱较有耐心甲伊讲，唔是甲唾弃啦吼。我即马心情拢已经改变真侪啊，较早若讲到。哦，迄无同款的话，甲咱咧讲的时阵，我拢介绍骂。尤其我骂到落尾，感觉讲啊，伊走我嘛来走，啊，拢无利益。但是即马，我开始用足济国际、国外所发生过代志，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总是有感情。咱毋像中国人迄种性地，咱甲中国人虽然无同款，因为中国人咧杀人真像咧杀精神啊。伊杀人拢无咧捏目睭，咱也相信讲，伫古早帝王的制度，全世界无人有这个名词，叫做酒池肉林。当即句话，当国文老师，我学生时代咧听到即句话“酒池肉林”，恁敢知即句话啥物意思？伫我头壳，我真歹想象。酒池肉林，老师讲即句特别的课，你爱背起来。当我卡安那背，我讲奇怪，哪有这个物件？伊的解释就是讲，当一个帝王，伊规天干那追求享受娱乐，伊将伊的皇宫内底用一个窟啊，甲亲像游泳池遐大个，拢总毋是水哦，要毋是要游泳的哦，是酒。拢总是酒，招众官神拢来遮，大家就使一直啉，一直啉，啉到死拢无要紧。遐济酒拢总要来遮娱乐、啉、佚佗，甚至“肉林”即句话就是讲，真济富人人、查某囡仔，规身躯拢总无穿衫、脱光光，安尼陪伴啉酒。这就是中国人的个性。我问老师讲，老师，我读即句讲，老师这是啥物情形？我实在背袂起来。伊讲，你就背啊！这个都连这个简单也背不起来。我讲，我毋捌拄过，所以我背袂起来。无你互我遐体验一下吼，啊，咱再来，我再来，我绝对甲你背个。你互我体验一下。咱到咱的班上来做体验，无要紧。啊，老师，你用，吼，阮老师是一个查某的老师吼。我讲，啊，老师，无你表演一下，我看卖啊咧。我就会晓啊。你甲想伊家己。未去发觉讲这个物件到底是好也无，但是考试要考，规定学生伊来开始一直背，一直背，一直背。您敢捌想象过“酒池肉林”这句话是啥物款情形？我相信咱这世人想袂到，你嘛做袂到，我嘛做袂到，你无愿意，我嘛无愿意。当讲这就是帝王的生活，这就是因为伊这个。帝王，我问阮的老师讲，老师啊，啥皇帝使安尼？伊讲，因为伊的命格太好咧，用安尼来解释。我讲，请问啊，遐烫目体的查某囡仔，遐是安怎？遐敢讲因唔是爸母生出来？敢讲因无尊严？伊讲，遐拢白鬼掠来，无要紧。当咱想到遮，咱台湾人是咪嘛亲像真？赤裸裸安尼，已经互糟蹋，搁再糟蹋。伫形体上，咱虽然无像遐凄惨，啊，毋过咱伫心灵上，咱的生活甲这敢无共款。马先生讲，咱伊要安怎就安怎，随在伊敢有咧顾虑着咱百姓的生活，伊甲咱当作奴才咧用。当你敢问足济白痴的问题，伊啥拢袂晓回答。这种敢要搁做帝王？有当时，咱的想法实在是真生气，就是看到马英九这种情形，
实在我办两个骂啊，我骂到时已经忝啊，我感觉佫个骂嘛无作用，伊人因为，哈，吼、哦、是安尼吼，咱慢慢侮辱到啦吼、哦。我看到讲中国思想内底拢讲到礼义廉耻，我讲减两字去啊，已经无廉耻啊。啊，伫这个时阵，咱看到咱台湾人要安那精神，所以伫遮。在民政府裡面，我們說第三階段民政府的願望，這也是我們最愛聽的，因為當我們全世界開始，自我讀書開始，都總是聽到開羅宣言，但是開羅宣言沒看過真正他的法條的人有沒有，我們都不辦啊无听到讲哦，波茨坦宣言有看到发条的人有无？嘛，敢那无？敢那用一个抬头方看安尼尔。咱足济册拢总是方看到抬头，啊，就要遵着遵守。内底写啥物物件拢在讲，在安那讲拢无要紧。伫咱民政府内底开始有人去发现到美国旧金山和平条约。这才是我们的生命线，当发现的时候，我们很难想象，你可能会体会到说，当过对美国，我们过美国，这个经营参照，一只狗那里，带一群狗那里，去向大象挑战。这个情形，那像一群狗侠，一个狗侠王带伊个狗侠兵啊，去个大象引导门口，讲你敢出来，我要找你小做输赢。迄大象连看都歹看，伊甚至竖一个嘴甲你喷落，你都拢无去啊。也毋过，你袂当去想，你会当去想象讲，参像一只狗侠，我都甲大象引导，迄、那个情形同款兴奋。当我看到讲，咱告的时阵，伫地方法院判决竟然无输的时阵，我真欢喜。我知讲，这是一条真平稳的路。虽然迄阵信心也阁真无够，也毋过伫甲高等法院阁判落的时阵，伊甲咱讲，高等法院维持原判，台湾人无国籍。去甲最高法院，伊讲毋敢判，慢请咧。是怎叫做忍耐，因为忍耐，我会记得很清楚，在2010年的时候，12月，美国给我们判忍耐的时候，之前那两案都总媒体没出来，但是判忍耐，我们的新闻就出来，开始报出来说，这个控美案输去了。控美案已经输到土土土，恁遐笑的已经已经精神啊！新闻拢安尼甲咱讲，也毋过经过这个代志，我想到一个物件。既然你甲判决输去，我开始咧问迄个法院讲，安尼法院你当时要办这个公听会，你敢知伫美国的最高法院，伊若甲你判输，伊爱？举办一个说明会来说明讲是安怎，我要甲你判输。所以我讲，美国当时要办公听会，我一定爱去听。结果美国的回答讲，你无输啊，我只是甲你坑你尔。我咧托恁准备啊，才知讲原来咱咧行路是一步一步一步一直行去，毋是像真侪本土伫遐喊甲真大声。我也参加过民进党本土开始哦，咱要台湾建国独立，伫遐喊甲真欢喜的时阵，一天欢喜，明仔载嘛是爱做工课，啊，骨来无骨来。伫台湾国的时阵，当第一届听到讲，咱伫元旦1月1号要来总统府升国旗，迄阵喊出来声是要来升国旗，哦，喊甲真激动。的时阵啊，但是阮去参加，看到国旗升起，啊，结果明仔载嘛是同款，拢总同款。但是咱这条路
是每一步每一步每一步拢从开始真平稳的走。可能大家无去了解到，讲若甲你判决无国籍，这是偌严重的代志。全世界袂使有人无国籍，只要你有咧喘气的人，拢总爱有国籍。吼、哦，有喘气的人拢总爱有国籍，因为咱是精神啊。但是根据万国公法，咱若要有国籍，我的国籍到底是啥物物件？台湾人从来毋问过，凊彩甲你用一个名，就要甲你尊崇。而且咱已经觉醒，咱已经精神，已经开始美国伫后壁，甲咱一步一步斗三工，咱剩最后一步若到位，咱就成功。但是伫遮嘛爱大家互相勉励，当咱伫要到位的时阵，咱的装备毋知备办好未？伫遮，我会当看到美国的精神，每一届。因呐，伫要做完成一件代志，因拢有一个真好的挖口，亲像美国总统要就职，伊就爱换圣经来宣誓。伊感觉讲，这就是我生活我的依据，这是神甲咱应允。所以犹太人当因建国的时阵，因的国家内底特别有这段第五点迄、那个。老目屎也精子必定欢喜来收割。伫这个话，咱唔知会当听出这个意思。也精子是真艰苦，甚至若未生的时阵，可能更加艰苦。也毋过，伊有讲，咱若老目屎去也精子个，伊必定欢喜来收割。这是一个真理的明灯。我相信咱拢已经也过这个精子啊。咱嘛开始准备要收割，但是伫咧收割当中，千万唔通放弃，就是认为这未生，就是讲甲错掉。种物件上界惊吓，就是讲当这种起来，若生无物件时阵，就是甲除掉。犹太人因用即句话做因的国歌，来正做因的稳定，因每一人的心智。小祥在咱台湾内底，在咱台中州要成立的时阵，我希望大家甲看作讲，这是一个根基的徛在。大家互相拄到，伫遮我甲大家拜托，咱拄到互相，唔是阮台中州，唔是安尼。台中州是每一个民政府下骹一个台中州，也佮台北、台南、高雄、宜化东。这些州拢总是一个根基，这拢是每一个人拢总是当作咱民政府，千万千万唔通佮佮分散讲，伫啥物所在，我所代表嘛是民政府，你所代表嘛是民政府，你做每一项代志拢总是为着民政府。而且，咱要来看伫咱的台中州内底，我应该各位讲一个事实。当美国因若咧做任何代志，若唱这首歌了，叫做《真理的进行曲》，迄就是美国军事政府的进行曲，原讲是 USMG 的进行曲，叫做《Glory Glory Hallelujah》。伊用这首歌曲来甲做因的进行曲，就是讲 It's too much on 吼，就是讲这个真理开始咧运行。这个真理已经运行在咱民政府的当中，都无无去。咱来欣赏咱台中州这个片段，哈、哦，迄、那个片段大家大合唱。我相信有一日，咱民政府所有六州拢嘛要唱这首歌，但咱六州拢同齐唱出来的时阵，咱已经成功，咱的愿望就达成。咱来看这段哈，是咱台中州成立的时阵所的镜头。Glory, glory, hallelujah！ 当我来看过美国，伊若要做任何代志的时阵，这条歌唱了，这首歌若唱了，伊的代志就完成。所以，咱等下唱的时阵，我若比搭一遍起来唱，咱就大声来唱。
来得挤满了350个人，底下来得，我甲统计，每一个人拢唱出 Glory Glory Hallelujah。当这首歌伊的歌名原底就是军事政府、美国军事政府的进行曲。伊每一届那完成一件代志的进程，拢唱这首歌，代表阮已经达成啊。所以各位。在我们这个军机里面已经打在了，现在村民顶的建筑物要让我大家共同来完成，在军机若知了后，大家请要相信这个军机绝对不会倒去，因为真理已经在这运行。当这个片段我都不知道为头看到尾，但是我每一次看到这段我拢会一届过一届，一直甲看，看几啊届。你当伫迄个心情，你会知影讲，咱的委屈、咱的哀郁、咱的台湾人所忍受的侮辱、艰苦，伫迄天拢得到透放。因为迄届唱甲实在是有人流目屎，有人唱甲了后，全世界有个人对国外。寄这个 email 给我讲讲，在咱这要看到这个情形，台湾民政府已经成功啊！台湾民政府因为徛在真理的石盘面顶，咱已经成功了。所以讲到这，我有搁再期待，就是等有一日。咱所有的人拢总要大大欢喜来收歌，咱所有的人拢总同款要大声来唱这首《Glory Glory Hallelujah》，因为这就是代表咱已经完成，咱的责任已经达到咱的目标，请咱大家剩最后一步，咱唔通直接来甲拍倒，慢慢受到真侪分化。咱伫这个网站内底，你用去甲看这个军机所拍起来石盘是何等的坚固，因为这是神所建立的，绝对无容易去拍倒。
绝对袂倒，请大家爱相信，咱所追求的论述是千真万确，是正确。所以今仔甲大家分享，唔忘咱会当信心搁较加定吼，一天比一天搁较坚定，直到咱接政权迄天，咱要予咱的台湾人是真做荣耀的。咱今仔的上课吼，甲遮来结束吼，谢谢大家，辛苦。好，我见安尼，咱是咪后段时间吼，就是食饭的时间，啊，无咱来请顺序来楼卡用餐。好，谢谢。